喂，李总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信息刚看到，我在正在回复。哎，好的，哎，好。我们的水质跟衣物材质有关系吗？那棉的肯定会染色，但是衬衫之类的会有关系。棉质的容易。洗的时候看看这杯子，去分析一下这杯子什么样子。深色的就不要用这个杯，深色的慎用。哎，那洗衣服是深色的，黑色，不洗啊？黑色不洗，黑色的你再洗一次。像那种鲜艳的那种颜色就不要这么少用。不要常用，就稍微泡一下也可以。出彩权，出得了吗？出得了，好慢，好慢，17分钟了，18分钟，十几分钟，这么小的空间，到底说应该一两分钟到底怎么样？对啊，
你下面漏气了。我就是让它漏气了，妈，我漏气除的还要满。我漏气除的还要满。啥原因你不知道？有一家两分钟就除光了。做个视频，做个两分钟除光的视频，这么久？早做视频的人，他不给你发电，我们以前拍视频都找他，什么雪龙牌啊、千里标东西都找他。对啊，我手机可以做起来贴上去。现在109吧，毫克每立方米，0.1，高度是多少？1点几。我没动它。好不容易掉在这里了，他竟然给我。哎呦，拍了这视频拍了20分钟，那晚几秒钟都行。标准是多少？0.0几。0.1已经优了。0.1以下就可以了。0.1以下就优了，差那么几秒钟。我只是看了你。就你看下去。问题是这个东西里面你拍过一次它就很难降了。啥意思啊？我今天是第一次拍，你拍第二次效果就不一样了。第二次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嗯。给它的自风吹一下。或许可以用吧。不管它了，先用着吧，受不了。你这个有问题啊，我看人家拍的都是从400多。